谁说书生百无一用？谈笑那风声，只靠那三寸，服了。莫笑文人迂腐横算，大度能容，偏有那一胆忠肝，一胆忠肝啊。知道自古漫漫人生路，只不过这人间世道不该拼的拼，不该负的负，也知道难得糊涂才是福，却忍不住要为天下天下掌声。那层层叠叠，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，一口铜牙捣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，这权力斗争路。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，是一纸独笔写出那风风雨恩恩怨怨千古传奇，一步步。季大人，您事儿再大也得进来瞅瞅，进来瞅瞅。行行行行，放开放开放开。哎呀，你放开放开，你拉什么？这是你开茶馆也学会拉客了是不是？季大人，真是。季大人，说，有一小姐见天的来，等了您三天了。小姐，等我干嘛？大老远的听说您这收故事，赶着来了。她想把自己的身世讲给您听。哦，那小姐是个苦人样，怪可怜的。你快来吧。不是，不去，小姐我也不去，爷我这几天够乱的了。季大人，您好歹给人个交代呀，给人个交代，听不听再说。那，走走走走，您慢点。哎，行行行，瞧瞧瞧瞧瞧瞧，哎。季大人，请。雅先生大名，今生能得以相见，不胜荣幸之至。啊，不敢不敢，季某浮于宦海，浪得虚名，其实是个俗人，俗得很。请问小姐芳名啊？小女子寻常的名字，真怕误了大人的视听。小女子姓张，艺名了了。啊，好名字，哪个了啊？能否写给季某看了？张了了，哎呀，新颖新颖，啊，那声音也好听，平仄仄，哈哈哈哈。小姐坐，请坐。听店伙计说，这几天你一直在等季某。听市井传言，先生在此坐堂，而广说天下悲欢故事。哎呦呦！呵呵，肤浅得很，肤浅得很，以姿谈笑，以姿谈笑。了了原不会讲故事，但是自家的身世，想想，只有比那戏台上的故事更为凄怆。原就无人可与交谈，想先生大才，又要记些笔墨，想想。讲出来，也许算是一小女子的身世，以告慰天下，
苦痛人之心吧。也不枉受了那么多的苦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嘿，你看，你这么一伤心，勾得我也伤心了。小二，你站着干嘛？啊，笔墨伺候，快点。辛苦，我看还没哭管用呢。嗯，对呀，小月姐，女人嘛，最当紧的就是哭。只要女人这么一哭呀，要是个好男人，他肯定受不了。哭？嗯，那要是他受不了怎么办？那他肯定不是个好男人呀。要是理不理的，就没多大意思了。嗯，说的有道理。嗯。哭，那我得好好学一学哦。杏儿，可是我天生不会哭，怎么办？你想伤心的事儿，怎么才呀？你就怎么想，没有哭不出来的。伤心的事儿，我那可怜的妹妹突逢家变，父亲坐牢，母亲病丧。我为了找母亲，无奈自卖自身，进了戏班子。而妹妹呢，家没家了，亲人没有亲人，整日风餐露宿，得好心人一口饭吃，哪里还有什么书读？没有多久，就病到街头了。小月天生就不是哭哭啼啼的女孩子，怎么办？哎，我说，小妮子，你知道的事还不少嘛。嗯，我哪知道什么呀？不说你自己知道的少。大人，小女子实在不应该惹得大人跟着伤心了。聊聊这就告辞了，让他下去。你去哪儿？回南府。不去，再不去，你应该去南方找你的妹妹啊！聊聊怎敢？此生苦已受尽，能将身世讲出来已经算是幸事了。谢谢大人。了了走。了了，南府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去了。不去南府又能去哪？怎么不能去？再
说，书生要很多的银子。大人，你能陪我流泪，已经不敢当了。其他再也不敢想了。小姐，你放心，继母当全力相助，全力相助。岂止是伤心，我这儿痛。哎呦，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儿？你说出来让小月听听啊。说不出口，哎，说不出口啊。哎，小月呀，啊，我求你件事儿，行吗？先生，你可别这样，我们俩可当不起啊。你有什么事儿，你就尽管说吧。小月，嗯，你能不能借老爷点银子？我真说不出口。还说说不出口，说都说出来了。信儿，钱，给，拿的使吧。不是，就这么点啊？这可不够啊。先生，十两还不够啊？真的没有了。哎呀，那行。这也算你一份心意，这钱我先留下。嗯，真不够，我还得去想辙呀。十两还不够，你想干嘛呀？你不会想买人吧？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？你猜着了，是买人。啊？买什么人呢？买，我更说不出口了。买个女人。哎。哼，我说你怎么又伤心又借钱呢？你自己想办法去买吧，走。哎，我小月，哎呀，就这么点钱你都拿走了，我想什么办法嘛？老纪，老纪，干嘛呀？你可真够省的呀，连顶轿子都不坐呀，省钱干嘛？娶媳妇儿啊？对，还就是，我乐意，你怎么着？呀，这能省出什么来呀？你要真缺钱的话，跟我圆一声，只要你求我，我就借给你。我求你？哼，休想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冻死迎风站，我饿死我挺肚行。我求你，真的，只要你说句话，我就借给你。那是那是，备不住到时候我真还得求你。那要看你怎么求了。哎，快走，走啊！快！什么东西？我非得好好治你这何二不可。嘿，我非得让你来求我不可。自圣主入主中原以来，噶尔丹一直未平，好好坏坏，好好坏坏，三年入朝，五年就反班。这次朕决心已定，不彻底平息，上对不起列祖列宗，下对不起百姓和士兵。额土，臣在。朕封你为平西招讨大将军，即日启程。谢主恩。诸位爱卿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季爱卿有什么事儿吗？皇上也没什么大事儿。那众爱卿退下，季爱卿留下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皇上，刚才当着这位诸位大人的面，我还真不好意思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那个，你那干妹妹小月，你瞧，让我给您带来一双她亲手纳成的鞋垫儿。就这事儿啊？好，我改天请她听戏。啊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有了。好了好了，退下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老金。哎，知道我在这儿呢、啊、我等你半天了。哦，等我呢、啊、等你怎么着，要请我吃饭呢？啊，哎，你猜的真对，就是请你吃饭。吃饭，哎、啊、咱们去山东馆子怎么样？没功夫。哎，别别别别，要不咱们去那个江苏馆子，太甜我不爱吃。那你挑，你挑，去哪儿都成。总而言之，我想请你吃饭，真的。别别别，咱们都是皇上的臣子，对不对？相互之间别老别别扭扭的，更不能互相攻击啊。咱们应该互通信息嘛，啊，相互遮掩啊，别老相互揭老底儿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什么，我就问你，皇上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何大人啊，这是求我呢吧？咱们这求我呢？谁求谁呀？相互提携，相互提携吧！啊，行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哎，皇上丢东西了。丢东西了？嗯，啊，丢东西我知道，但是丢什么我不知道。何大人，啊，皇上丢了什么东西你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骗你，我是这个。这真不知道。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好啊，不知道就好。这回你可要倒大霉喽！啊，别别别别，干嘛？你把话说清楚，怎么？这这边聊怎么？聊什么呀？这边跟我说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别别别，我求你行不行？坐，咱们难得的坐会儿聊聊。你看，我不这聊，就坐，咱聊会儿，聊会儿。哎，这行了，坐。老金，嗯，这皇上丢东西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实不相瞒，我过去只是给皇上送东西，哪有偷东西的理儿啊？是、啊、哎，何大人啊，你是不是送给皇上一个汝窑的喜子呀？对呀、啊、你都看见了吗？是啊，就是因为我看见了，万岁爷才问我呢呀。我问什么呀？万岁爷问我呀啊，说，他问我，哎呀，你说呀，快急死我了！哎，这关乎我的性命啊！纪大人，求求你，别让我着急，说呀！万岁爷说呀，啊，说何爱卿说那东西他就值十两银子。说这十两银子的东西他值得丢吗？啊，我这身边的人也太不开眼了吧！哎，纪大人，您想想啊，我能说多少钱呢？啊？我能送给万岁爷一样东西，我说这是十万两银子买来的吗？啊，哎呀，真是的。你也别着急，万岁爷他没怀疑你。万岁爷就是觉得呀，这一个十两银子的玩意儿怎么看两眼就丢了呢？万岁爷心里有点不信，就想把这东西给找回来。啊，万岁爷想把那小偷给找回来，啊，问一问，说这东西它到底值多少银子。是吧？万岁爷说了，要不就是那小偷他不开眼，要不就是你何大人跟万岁爷撒谎了。哎，就这个呀？啊，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？行，这事儿还小啊？哎呀，说小也不小，但是本大人不怕，不怕。哎，不求我了。想求也求不着了。哎，跟我说说道理。你甭吓唬我，我何某要是那么不惊吓的话，早就被你吓死了。为什么？想听听道理啊？那我就告诉你，那个东西一旦丢了，可就甭想再找着了，所以我不怕。是这么个理儿啊？哎，东西丢了，哎，找不着了，嗯，没对证的，那是怕什么呀？哎，可是这东西要是找着了呢？找着，谁能找着？我，在下，本人，老纪，我能找着，我见着这玩意儿了。老纪，你真能逗啊！你不早说的，咱们甭说别的，咱先去吃饭。哎呦，吃，走，咱去吃饭。不去，这走，我请你吃饭，请我吃饭。走，那我点啊。哎，对，好，说。张博士，哎，菜都齐了。
啊，都请，都是你喜欢吃的，这边大肥肉片子就是给你准备的。哎，小二啊，哎，来了。老爷，您还要点什么？你们这儿有没有那道菜叫看着糊涂？嗯，老爷，这是什么菜啊？我们这儿没有。没有？那有没有那个叫吃着明白那道菜啊？也没有。老爷，您这是都没有？你这什么馆子？这么两道名菜都没有？行行行行行行行，哎，行了，走吧，行了。老弟。不好啊！怎么了？你小心眼儿，你记仇，哎，你还惦记着那年咱们跟皇上一同去曲阳啊？这菜只有曲阳有，这儿哪有问题、啊？何大人，你还记着这件事儿就好。来来来，咱们吃饭。哎呀，哎，老季啊，嗯。这个，你刚才说，那件东西你真看见了，见着了呀。可是那东西太贵了，我没买。哎，不不不，我不嫌贵呀、啊，哎，我去买啊。你去啊？啊。你要是去了，他不敢卖给你。为什么？我跟他说实话了呀。我说这东西啊，是宫里丢的，查出来之后，要……不对，你平时怎么做？哎呀。杀头啊！哎呀，老季啊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这不是害我吗？嗯，把那个给我端过来。哪个？茭白。啊，茭白。什么时候你又改吃素了？来来来，请请请。哎，老季，听我说，咱呢，不管花多少银子，一定把那东西买下来啊。那得我去。那是那是，那一定得你去。你得求我呀！不是我求你，我求死你了，真的，我死求你了，真的。什么？银票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多少两银子？25000两。那么多？怎么着嫌多呀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嫌多不要紧啊。赶明我把这东西买了，我送给皇上去。别别别，我不嫌多，真的，我一点都不嫌多。不过老季啊，咱们得事先说好了，我可得见着那个真东西啊。你放心，今儿晚上我就给你送你家去。那我在家恭候了，恭候了。该该，那你给拿银票吧。啊，有有带着。你看。哎，巧了，这10000两，又是10000两，2000两，又是2000两，这是又多出，这是4000两，好像。行了行了，就这么多了，不。就这么多了啊！行行行行行，多说就算你跑腿钱了。嗯，廖廖小姐，请。哎，哎，我要的轿子呢？哎，这儿呢。嗨，来来来，上来上来。刘先生，咱们啊，方才人多，不容廖廖行大礼，值此之时，让廖廖行个大礼。谢您大救之恩。哎呦，不不不，哎，大可不必，那快起来起来。哎呦哎呦，不是地方，不是地方啊！来，行，这当街就跪拜了，还用着这叫吗？哎嘿，要啊，当然用得着。来来，快起来起来。哎呦，哎，来，上轿啊！来来，压轿。哎，压轿，请小姐。嗯，季先生，哎，将送寥寥去何处？回府，回府啊。怕不方便吧？没什么不方便啊。继母家里没什么人，再说我也不怕，我家里就有两个下人，哈哈，没什么不方便。来，您请上轿。行行请。好，来起轿，走。刘全，老爷，您吩咐，这谁送来的？继父送来的。你瞧啊，这儿有一颗，这儿有纹，还真是那只啊。
行啊，纪晓岚，你还真有一套啊。有钱把门关严了。老爷，您这刘钱连同花园里那只的碎片啊，一块儿给他埋了啊，给他砸成沫子埋了。哎，那给他捡哪儿去？就在这屋里砸，砸得细细的啊，砸成沫子，让谁也再见不着他。去吧。垃圾呀，垃圾，你以为你蒙了我的银子我就输了啊？告诉你，钱不是那么好蒙的啊。你用这笔银子干什么？以为爷我不知道吗？来来来，就这院，就这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慢慢慢慢。哎，坐轿，坐轿。哎，聊聊小姐啊，我们到地儿了，您先坐着，我去敲门去啊。小月，杏儿，我回来了，开门呐。小月，杏儿，我回来了，开门呐。来了来了。哎，老爷，我在锅里温着呢。哎，好好好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哎，来人了，来人了。哎，杨小姐，您自个儿出来了，来。行行，来。哎，小月，小月，来来，回来回来，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们引荐引荐，过来过来。啊，哎，杏儿你也过来。嘿嘿，哎，这位呀，哦对了，我先介绍我们家人哈，这位是杜小月，小月姑娘已经跟随我多年了。这位是杏儿，这位是咱们家新来的，这个到咱们家暂住的这个张了了小姐。哦，啊，了了小姐，您请来。哎，门口啊。嘿，慢着。哎，先生，有句话我想问您。您问。张小姐，您先别介意啊。先生，您称这张小姐是张小姐，或者是什么啊，了了都行。可是我跟杏儿该怎么称呼啊？是不是该称夫人了？咦，这小月，开什么玩笑啊你？你们都叫张小姐，都叫张小姐啊？那以后亲了呢，不妨叫啊了了小姐，或者叫了了什么的都可以啊。至于以后怎么称呼嘛，那再看啊。来，了了小姐，请。哎，老爷，你把轿钱给结了。哎呦，还不真是的，嗨，你看忘给人叫钱了。哎，小月，你去把轿钱结了啊。来，两位小姐，咱们走。哎，小姐，干嘛？您受累给结了？我结不着啊，你抬的谁让谁结啊？哎，小姐，这可不怨我们呀、啊。这个先生也是，家里有这么一位漂亮小姐。少废话，漂亮还要你夸呀、啊？那。我问你啊，这人是从哪抬来的？南府。南府，小月姐，嗯，那不是唱戏的地方吗？没错，唱戏的地方。他是个唱戏的，以后他可会演戏了。哼，他演他的，咱们看着。练嗓子的时候呢，要用丹田气哦，嘴角向后拉平。一是个闭口音，所以练的时候感觉要从脑后走。哦，唱好了，声遏云天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丹田，哎，哎呦，快捂上！小月姐，知道的说老爷在学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老爷在挨打呢。哼，什么老爷啊？屁！原来整天家国天下的，哼，
这倒好，来了一个唱戏的，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。又来了，快不上。单大人，这个折子是不能留众的，回头皇上知道了是要杀头的。有什么了不起啊，林大人，这个折子可是不能递上去的，那是徒生是非啊。这要是惊动了万岁爷的话，这个弄来弄去啊，事儿办不成，是两败俱伤。万岁驾临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。起来吧起来吧。谢万岁。没什么事啊，朕就是过来溜达溜达瞧瞧，你们干你们的。这些都是刘忠的折子吗？回万岁爷，这些都是刘忠的。嗯，有浙江的吗？嗯，各省都有，浙江的多一些。嗯，把浙江的挑出来，别的不看了，给我送过来。哎呀，怎么慢慢腾腾的？快点快点打包。你这个怎么能放在那儿呢？赶紧装起来，这不要了也命了吗？啊，装装装装，快装快装。老爷，啊，何大人啊，何啊，谁？何大人。何大人。这是怎么了？靠得乌烟瘴气的，乱七八糟的，跟逃难一样吧。何大人呐，您开什么玩笑啊？现在不逃难，过两天可就难逃。你又听见什么风声了？你真是的，多下去，多下去，多下去。哎呀，像你这样的官可真是难做呀！啊，是是啊，何大人呐，我早知道这个官难做，我当初我就不当这个官了。您没烫着吧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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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当初我以为当个巡抚是个美差，到地方上收点钱财，然后把事给铲平了。没想到他现在没完没了了，他现在你明白这？行了行了，你这个人累不累呀？一有点风吹草动，就跟天塌地陷一般。要像你这样做官，非作死不可呀！你真是……哎呦，哎呦，何大人，坐坐坐，何大人，何大人，你说现在这事儿，你没听说吗？啊，这皇上把刘忠的浙江的折子全部调看了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你瞧你，瞧你，可真是的啊！万岁爷调浙江的折子看又怎么了？前儿他老人家还调山西的折子了。嗯，这么大的国家，他哪天不出点事儿啊？对不对？甭说国了，就是家，哪天不得有点事儿啊？啊！哎呀，做官就不要怕事，出了事给他铲平了，结了。做官你怕事还做什么官呢？你这是不是何大人？这小事能铲，这万岁爷知道的大事可就难办了。哎呀，万岁爷知道的事儿多了。哎，说句大不敬的话吧。嗯嗯嗯。万岁爷即便知道了，心里也未必就那么清楚。要想把这事全搞清楚了，他就得打发人去办这件事。嗯嗯嗯，记住了。嗯，要紧的是办事的这个人。嗯，哎，打个比方吧。嗯，这个办事的人呢，就好比是染房的掌柜的。嗯嗯嗯，你这个人原本是黑的吧？啊，哎，他能给你漂白喽。你原来是白的吧？他能给你染黑喽。啊，哎，再说一句大不敬的话啊。嗯。皇上啊，即便全看清楚了，嗯，他也得装着点糊涂，否则这江山他可就坐不住了，啊！记住了，嗯，既然这叫朝廷，嗯，这朝廷可就不光是皇上一个人的，嗯，叫朝廷就得有你我这样的官儿。哎呦，不过何大人呐，您这个黑的白的说的是有道理，您说下官下一步该怎么办吧？好办啊！把这些金的、银的、白玉的、翡翠的啊，这些绫罗绸缎什么的，原来装进去的吧，全都摆出来，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，否则你还做哪门子官呢？你真是的。要紧的是，那个开染房的掌柜的，不是那染房要是您开的，这事就好办了。要是碰上纪晓岚那样的开的，我可真有点吃不消啊。放心吧，纪晓岚。现在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个喽。这位爷，你拿的。来来来来，来一碗。来少爷，马上来来了。都快晌午了，才刚给老爷做饭了吧？哼，不管他，咱们吃咱们的。哼，我就不相信这唱戏能当饭吃，让他去唱个够好了。哎，黄相哥，黄相哥。哎，小月，没有妹妹，怎么这么巧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这样，你再去买点山楂来。哎呀，哎，伙计，两碗面茶，
我请客。好嘞，你这终身大事哥哥还没给你办呢，你就这么请哥哥呀？嗯，不用办了。怎么着，信不过三哥？不是信不过，我不想提了。嗯，来，我先去了。闪开！不会是碰巧在一块儿了吧？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刘强，老爷，什么事儿？去给我买点果品去啊！去去去！等，来，我们走走啊！糖炒栗子，现炒的。妹妹啊，你今儿说话颠三倒四的，有什么心事吧？没有。哎，没有。一定有什么心事，说出来听听。我跟你说实话吧。嗯。那巨大烟袋着急把我嫁出去啊！哼，你知道吗？是他自己啊想娶亲了。记得现在心里头有人要娶亲了，嗯，这倒挺新鲜的啊！哎呦，想不起来什么人能看得上记得烟袋呀，嗯，你怎么还说得那么高兴的样子？不该高兴吗？哥哥很想看看纪晓岚弹这个风花雪月时候的样子。你趁早别看了，看了会酸倒你的大牙的。啊，是吗？半年吃不下饭。哎呦，是吗？哇，街门开着啊，院子里也空无一人，这人都哪儿去了？人是不是都死光了？嘘，瞎说什么？这话老爷我说，你不要乱说。哎哎，小心点！哎呦，小心！哎，来的真不是时候，我们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看见啊！摔着了我了，这个，踩着了。哎呦，何大人，您屋里坐啊！不不，这边来，别整个懵了，今儿怎么了？方向都搞不清楚了。快坐坐坐。哎呀，正所谓春满院，罗衣金榭，檐前霜雨燕。哟啊啊！刘全，别人傻站着，来，东西搭过来，搭过来，搭过来。哟，霍大人，您与我越发的阔气起来了啊！还带着东西来呢，你。哎，这里边还有更酸的呢，你瞧，你瞧。这是我在街面上看着挑着卖梨的，卖这些瓜果梨桃的。我想你是河北人，喜欢尝尝鲜，就给你带来了啊。好。哎呦，甘棠失所歌。自足夸众果啊！爱奇凌秋霜，万玉悬磊科。啊，元夫盛采摘，是古蒸包裹。啊，好梨，好梨，好梨啊！哎，小月啊，小月，哎，杏儿啊！啊，行行行，甭喊了，甭喊了。街门开着呢，家里没人。哎呦，你瞧这俩小妮子，不知道又哪儿疯野去了。得嘞，那我去洗。季先生啊。让小女子收拾去吧。哎，不，你不能动。哎，季先生，这位是，啊？你们不认识？哎，正等着您引荐呢。哎呦，何大人呢？您看，不是啊，张了了小姐，昆腔唱得好。啊，您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您瞧我们俩那正教我水袖呢。了了小姐，何大人，昆腔爱好者啊。这个经常唱些荒腔走板的段子，爱则爱矣，难有成就。了了小姐，甭听他的，昆腔我真的是非常喜爱啊。嗯，我唱这个昆腔啊，一般都是工字调啊，本钱还是有的啊。哎咦，你说？见过何大人。哎呀，哎，何大人，您坐，您坐，坐一坐。了了小姐。跟何大人，咱不用客气啊！哎，洗梨，洗梨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，我听得出来。怎么了？洗梨，季先生只嚷洗梨，洗梨，谐音起梨，起来，离开。嗯、你干嘛变着法的催我走啊？何大人，您听差了，我哪有那个意思？听差了，准是您听差了。得了，我怎么会听差呢？我理解。你现在啊，正陷于风月之中啊！我一会儿就走，你放心，不会误你的好事的。不过走之前呢，有一件事得告诉你啊，季先生。哎，扶耳上来，扶耳上来。我可听说万岁爷点你的钦差了。听谁说的？啊，何大人，你是不是怕我老季去啊？
我怎么会怕你去呢？实不相瞒，我和那巡抚卢卓素来不和，只不过是万岁爷过于信赖他了，我巴不得你去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我就不去了。为什么？这因为你从来都不跟我说真话呀。哎，你嘴上说想让我去，你心里是必定不想让我去。哎，这回我还不跟你计较，我就应了你，我不去了。哦，怎么着呢？计谋有私事。啊，明白，明白。两位先生，请用礼。啊，何大人，来，请。哎呀，季大人啊，这梨子原本是不能分开的，分离，明白明白，我这就走，不耽误你的事儿。哎，季先生，告辞。何大人，刘全，咱们走。哎，何大人，黄三哥，嗯，哎，最近你们家先生没有差可以出啊？啊，没有，啊，你想让他出差吗？啊。我就是不愿意看到他那副样子。你怕不是不想看见他那副样子，你是不想看见那个了了了了了吧？得，哥哥就给你抢车，小二啊。哎，来了，姐，举着。哟，没银子，没银子。早就说过了嘛，我们请客。嗯，那好，我就是你们一顿鱼翅宴。啊，还有上次鞋垫还没谢谢你们呢。鞋垫小事儿。好，下回哥哥跟你一块儿算。回见，黄三哥，回见。什么人呢？连碗茶汤都请不起。姑娘，要不是你们俩来，他都走不了，还鱼翅宴呢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祝万幸平身，谢万。最近呢，朕突发感想，虽说朕是一国之君吧，每天勤于政务国事，虽说是天子之德理所当然，但不妨这么说，天子归天子，可是天子之力能敌几人之力呢？十人百人还是千人万人呢？吾皇万岁，吾皇德贵而神出鬼没，力高于九霄，岂是千人万人可比？吾皇之文功武略，实在乃是神力，岂可以常人相比？吾皇万岁，乃上天之力啊！好话，好话呀，好话，朕是爱听的。可是朕有多大的力量啊？朕自己心里都清楚，恐怕朕一人之力啊，抵不上两个优秀人之力。诸位爱卿，你们恐怕都是优秀之人吧？臣等万死。不相干的人都起来吧，听着朕把话说完了。比如送上来两个折子，一个说张三好，一个说张三坏，朕看这个有理，那个也有理，朕就左右为难了。所以说朕连两个人的力量都没有，不是为谦，你们也不用请罪了。朕的一个人怎么斗得过两个人呢？更何况你们百官呢？啊，闲话不说了。民间呢有句谚语，说苏杭收天下足，就是说苏杭今年要是丰收了，全天下的吃的就全有了。苏杭实在乃朕的江山之粮仓，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很看重啊，所以朕呢就派了卢爱卿前去勘察。此番朕还要派一位大臣去，哎，不是信不过卢爱卿啊，纯粹是由于苏杭乃重地也。哪位爱卿愿意前往啊？哎，朕再说一句，没什么实在的话，就是带朕去勘察，当讲得讲，当罚则罚，只求稳妥。奴才何身愿望？嗯，好啊，终于有应的了。何爱卿果然是心中耳历代，是朕的重臣。
朕委任你为两江总督。奴才谢主隆恩。起来吧。谢王爷。今天何爱卿主动请缨，真是深得朕心呐。有些人呢，平日里老是说兴邦救国的话，真到了有事的时候就踟蹰不前了。季爱卿今天好像没什么精气神啊。回皇上话，臣正在戒烟，所以精神有些萎靡。哈，纪晓岚戒烟了。哎呦，怪不得看着这么别扭呢。纪晓岚他既然能戒了烟，因为什么呀？回皇上话，臣呢正在回皇上话，臣正在学昆腔，怕抽烟把嗓子给熏沙哑了，所以就把烟给戒了。沙哑，优雅吧，哑呀，哑不可耐。好理由，昆腔，哈哈哈哈，你是不爱则已，爱之弥深呐。他什么人都能让纪晓岚把烟给戒了，哈哈哈。纪晓岚呐，你今天上朝不仅萎靡，而且对朕的苦心没有一丝的领会，你这是不忠不敬啊。回皇上话，苏杭之事臣不是不想去，实在是因为家中有事儿，臣脱不开身。大胆。铁齿铜牙两片嘴，百姓心中有。